江青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30日《江西中道新闻》，我是欧阳。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着风台的消息。中央气象署估计，这个轻度风台小犬会伫后礼拜三了后，开始着影响着咱台湾，无排除会发布着海上警报。专家是认为，影响的程度主要是爱看这个风台东北的角度。轻度风台小犬中心位置在古伦坡东南东方15000公里左右海面上，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北来进行。因为所在环境对发展有利，强度也继续增强。气象署预计风台在下礼拜三日后会开始挖滚台湾，是不是侵袭台湾？后续要密切观察风台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程度。3号、4号之后呢，凉空气逐渐的稍微减弱了之后呢，太平洋高压就会牺牲。往西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明显，逐渐的接近台湾。气象署无排除拜日了后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可能。以即阵路径来看，较如何所在落地东半部地区，严格随着风台路径改变，有望变数。气象专家认为，小犬风台的暴风圈是不是及到台湾，关键伫拜日风台开始向北大西弯，到时阵路径会比较较明朗。最接近的时候呢，点就是。这个下礼拜四的时候，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到礼拜四的时候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但是影响到台湾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也就是说可能快的话，可能在下礼拜二就会发布各种的海上警报。另外礼拜中秋连续假期第三天，立秋头一波东北季风报道，桃园以北加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会继续到拜二。山内风台接近各地天气不稳定，提醒民众要注意上身有无资讯。记者施宏华报道。台湾附近有风台，在美国纽约在离岛的时阵是熊熊来落大水雨，市区几条大围拢淹水，地铁也个机场是隆重关起来，部分的地区也个进入着紧急状态。有专家就认为，纽约这场的大水雨是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大路的车拢浸伫个水内底，地铁站内底出现小水墙，多数交通拢袂顶袂动。美国纽约哩个出现强烈大水雨，以纽约市为中心的三州地区，雨雨量达到177毫米。国家气象局发出大水的警报，预估雨雨量也会继续增加。纽约州包含纽约市、长岛加哈德逊河谷，也佮有邻近的纽德西州，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I am issuing a state of an emergency for New York City, based on the weather conditions. If you are home, stay home. If you are at work or school, shelter in place for now. 淹过大水已经淹到厝内底，有一寡住伫较低所在，纽约市民正赶紧来清理公屋积水。淹过家具甲装潢，依然毁损是真严重。The street doesn't have in this area doesn't have sewerage system.And also recently, the DEP had put up two pumping stations, and none of them is working. 即阵拉瓜地亚机场加一座航厦关起来，包含甘乃迪机场加纽瓦克机场拢有班机延误情况，市区半数地铁路线也暂停运作。There's nothing on the board that shows anything. They say the trains are not coming in, or they're not able to get in.有气候专家讲，这场大水雨可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纽约州长讲，这是一场危及性命的大雨，警告可能发生更加多大水。啊，那纽约市的旅行警示会继续到美东时间拜六早上六点。公司新闻牛眼变叶。镜头转向台湾，疾管署统计，顶礼拜拍北岛看门急诊，总共有15万2000人次，已经是相连续三礼拜拢是增加。医生就讲，除了有可能是过中秋寒肉引起的胃肠无爽快，最近其实也有病毒在流行，所以民众若是有吐或者是拍北岛三摆以上，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市府的肉在铁板顶面寒甲油一直滴。中秋节连续假期，未少民众拢烧酒来烘肉。严格根据疾管署的观察，每年中秋节之前，老西的人就开始庆馆，今年也无例外。有个年假去了后，老西去看医生的人，恐惊会庆馆到今年的上悬。在年假过后会，腹泻的人次会上升。那在去年的中秋年假是36周，那就诊人次是94000多人次。那在年假过后的一个腹泻人次是11万多人次。在聚餐的时候要注意饮食安全，要避免生食生饮，那食材要彻底烤熟。
疾管署讲，今年因为漏灾去看门诊的人，已经对三礼拜进前的13万人次，到顶礼拜已经升悬到15万人次。甲2020年以及2022年的同期比较，已经回到疫情进前看医生的人次了。医生也讲，除了中秋连假、寒霸、饮食所引起的漏灾，就社区正流行的诺罗病毒、流感、腺病毒、新冠这传染病，也都开始成漏灾情形。拉肚子的有些可大可小。厉害的像小孩子有些沙门氏菌感染，大便如果是有黏液便、血丝便、合并发烧，这个不能等，有些不处理的话，它会造成败血症。医生也提醒，像这流行的各类病毒，较无法度对表面几个症状做明确的判断。所以讲，即要一天漏塞3摆以上，也是出现胃肠不爽快、会吐、发烧这症状，就要赶紧去予医生看，以免来脱水，也一定要常常来洗手。记者孙华报道。台中一间最未来中心，自9月30日开始，就幼儿仔有这个呼吸道的镜头。医生是判断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的感染。卫生局就讲，拢总有差不多8幼儿仔有同款的情形，会继续监控到10月初8。虽然当时中秋连假，诊所看诊的人潮也是满满，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幼儿仔，也有家长真烦恼。附近的同事什么的都是小朋友，都是在病毒大流行啊，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都有。大家多戴口罩，然后酒精都带在身上。立秋以后，婴幼儿感染的病例大爆发，其中的呼吸道结核病毒 RSV 的比例上高，甚至有未来中心出现群聚感染。台中市卫生局证实，有一间未来中心为9月10日婴幼儿出现上呼吸道的症状，就已证实是 RSV 群聚，有7到8个幼儿感染。意思是亲友探视的时阵，将病毒带一摆。因为9月21日了后，暂时无新增的病例，卫生局将会继续监测到10月8日。辅导加强黄金清消以及访客的管理，我们预定持续监测到10月8日，如无新增则予结案。以诊所医师表示 ，RSV 感染以两岁以下、早产儿甲先天性心肌疾病是高危险群，而未来中心属于密闭空间，加上最近病毒侪发，真容易引发到群聚感染。来就有那种很咻很咻的那种喘鸣声，那种的话就是知道说他可能已经引起细支气管炎了。啊，大小孩的话，他们都在学校会携带各式各样的传染源进去做月子中心，所以这个应该是说要加强管制了。医师表示，两岁以下幼儿真容易引发重症。而且要政治感染的高峰，加上以后免疫负载效应，造成儿童感染的比例大大增加。建议幼婴仔应该减少政治公共场所，若是有上呼吸道的症状，买紧的来就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中秋连假有人伫半暝啊来放烟火来共吵着，高雄市环保局两天就接到26件伤过吵的订正案，台南市环保局这边是开出6张6000块的罚单。伫飞上天的烟火，伫暗暝看起来特别响猛。停伫路边的汽车受到影响，警报器一直响。29日暗时10点了后，高雄前镇和金关桥上月航班民众庆祝个放烟火，一直到11点外才结束。放炮啊，其实是足容易引起火灾啦，啊，而且妨碍安宁啦。三节或者晚上有活动的时候，最好巡这边有派出所嘛，附近派出所他找人多巡逻几次。你是等于现场过一挂烟火粪扫留伫现场，毛民众表示，这是庆祝难免，卖超过暗时10点会当接收。警官局管理单位水利局是表示，无接到通报会加强巡逻。经查明书，晚上10点到隔天上午8点，不得从事释放爆竹烟火之管制时段及实际污染行为人后，可依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0000元罚款。环保局人员到现场收证，民众也是搁咧放烟火，花光四射。中秋暝11点半，台南市环保局伫安平区管制平台查到民众违规放烟火，依法加重开出6000块的罚单。更离谱的是，竟然有民众哦，才打带跑的方式，那随机释放烟火。那我们之前同仁呢，追赶民众，那警察也出来巡逻帮忙。中秋连假两天来，台南市环保局以噪音管制法加重规定，已经开出6张6000块罚单。
阁有101张的宽导单，公司环保局也收到26件的噪音订正案。相关单位呼吁民众，会当理解民众庆祝的心理，毋过爱顾虑其他民众的需求，毋通伫暗时10点过后放烟火，共同维护环境安宁。记者李秀兰、陈彦坤，中环报道。杭州奥运柔道项目，杨永伟甲林金玲是隆重摕到金牌，昨暗因登来台湾啊。杨永伟伫机场甲伊的妈妈相谈，嘛特别感谢伊的哥哥规路陪伴，做伙拍拼。接下来，即杨永伟甲林金玲要继续比战2024巴黎奥运。看到亲人杨永伟激动向前揽做伙，伫杭州奥运柔道项目双双夺金的杨永伟甲林金玲，直到暗时等下桃园机场跳索出动真济人接机，马上也到场欢迎英雄回国。两个选手挂金牌，甲大家分享因的欢喜。才多过一日的会，甚至杨永伟表示，这是上赞的生日礼物。伊不止献花给兄哥，佮特别给兄哥挂金牌，感谢伊一路陪伴。再来，我想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哥哥，不管他成为在哪个阶段，成为什么角色，他都是一直陪着我一起努力，然后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然后这一次能够一起见证到这惊奇的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杨永伟是台湾奥运柔道队史第一金，也是台湾奥运史上第100金。林金玲了后也是台湾柔道女子第一金，伊四摆征战奥运，感谢大家一直给支持。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是我们整个柔道一起努力下来的成果，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柔道，谢谢大家。十多年来，可能和35岁林金玲总算摕奥运金牌，帅气伊甲杨永辉小可休困，就要继续拼2024巴黎奥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到9月拄到风台或者是落大雨，高丽菜价格偏高，最近就吸引到农民买来抢种植高丽菜。农牛叔就讲，9月开始高丽菜栽出货量已经到境界红灯，呼吁农民卖阁抢种，但无10月高丽菜可能会有降销的问题。今年秋天，农民无闲种地，即田地拢是准备要来种植高丽菜，因为今年8、9月风台大雨后，造成高山的高丽菜受损，产量供应不足。高丽菜价格维持好价，嘛吸引袂少农民来抢种。你都大概从即马即地坑的人都种落啊，啊价格好啊，嘿，超都得，大家看都死狗都会艰苦呢。嘿，超正正的死狗，甲像顶下安尼，旧年安尼无人要去落呢。经过农粮署的信息掌握，今年9月份后，高丽菜栽的出货量增加，达到境界一个红灯，大约540万丛到600万丛。真接近超前600万丛的计划是顶好，因此农道发出信息，警示农民卖阁超前。大概有将近，跟上险跟中险的调查有将近600万株吼，所以这部分可能在10月份会上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量产的问题。75天，你若天气好，即马即期可能75天也未收位啊。有农民就讲，过去高丽菜生长期大约2个月，但现在若是要种植。乖看后续气候，但现在阁选取高丽菜超前的情形，伊会考虑来种其他的大众蔬菜。避免到时因为高丽菜种了多，了工阁了钱，继续用物流不得。再来关心下晡的天气。伫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2度。华东地区是25度至33度。感谢用心收看今日的中道新闻，咱再会。